这个八月，八度空间热度飙升不止，三大收视口碑双爆剧一一开播。红星大奖2024最大赢家，荣获八奖的金色大道，带你进入奋斗追梦模式。投资额呢？5亿新币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给建五爷。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3最大赢家，横扫八奖的新闻女王，让你见识新闻的极致和女王的气势。同你斗生死都唔少人啦。边同边同抢啊！抢独家，抢头条，抢画面，抢人。八度空间全马首播，最近人气大热的《长相思》第二季，准备迎接比第一季更虐心的情感冲击吧！你想用我教你的剑术射杀我？朝着这儿。心事浩大，巨不可失。